马英九过境美国第二日，去到911袭击世贸遗址纪念馆参观。 马英九行到水池旁边，触摸纪念碑上华裔死难者嘅名。马英九又从友母校纽约大学获校长蔡克斯亲自款待，并一同参观课室同宿舍，并到唐人街拜会中华公所。较早时，马英九喺入住嘅酒店会见纽约市长彭博，两人闭门会谈，就台湾同美国关系交换意见。 彭博喺会后形容会面气氛融洽，又话美国有台湾呢个盟邦好幸运。完成纽约行程后，马英九就会转到中南美洲访问海地以及巴拉圭等另外4个加勒比海国家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金莹报道。